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炮星，好久没玩吃鸡了呀！你们是不是以为我都遗忘了这个游戏了呀？那是不存在的，只是最近单机游戏太多了，炮星都玩不过来了。今天刚好有空，上游戏来 P 城，给这帮小贼戒戒网瘾。兄弟，你队友呢？先把你补了再说啊！外面有枪声，应该是过来了，准备收快递。还有两个呢，看我一气呵成，全部带走。找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热身完成，我要开始乱杀了呀！小伙子，你见到我这么兴奋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呀，宝贝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呀妈，这枪开挂了吧？啊，不对，是打出了开挂的操作啊，跟最新款的子弹跟踪挂一模一样，我试过很好用的。来打，我让你打，回头杀，漂亮，右面一对，小伙子挺肥呀。这屁城的人都快被我杀完了，还有四个人，让我用透视狗眼扫描一下。这小子打我队友呢，好大的勇气呀，右面对了，看来这把小尖儿肯定是我的了。Hello， 看到我了吗？勾引他一下，没事，打不到不要紧啊，给他放心了打。他要往这边拉，哎，进来了，小傻瓜，打得到我吗？好像有两个人啊，啊，没错，后面还跟着一条狗呢，直接上二楼。看来这一波得把我们队友卖一下呀。哎呀，毒来了，我得走了。好兄弟，掩护我一下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拿下！这鸡吃的也太没压力了吧，简直是白给的呀，兄弟们！好的，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一下炮星，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！To the O, to the V, to the